你好啊！哎，你好啊，Maple。咁今年系2024年，属于龙年啦。咁我哋属于羊嘅朋友，今年嘅健康系如何呢？羊嘅朋友冇嘢冲，今年所以身体相当强健，啊，小毛病唔多，不但嘢都比较少啲意外嘅。咁啊，恭喜属羊嘅朋友咁佢哋嘅事业又如何呢？今年？啊。嗱，羊人好特别啊，佢有个金鱼星座局同金同车有关嘅。所以如果做汽車行業或者做飛機嘅行業，買賣又好，維修又好，今年相當唔錯。咁樣同埋佢做貿易、做公關都得，即係 marketing 同 sales 都得。咁做羊嘅朋友，今年嘅財源又如何呢？財源好平穩，今年嚟講呢，就雖然唔係話好多偏財，但係都冇乜破財，所以今年一個財星平穩嘅一年。非常好。咁做羊嘅朋友，感情或者婚姻如何呢？都屬於平淡，點解呢？因為羊人今年嗰個驛馬星幾強啊，中意周圍去啊、出差啊咁，所以變咗冇咁多親密機會啦。咁如果真係想親密啲，咪一齊去咯，同嗰個太太又好、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咩都好啦，咁樣爭取呢樣，唔係會較為平淡一啲。恭喜发财！身體健康。